有一个拉链长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把它打开来之后，可以在里面玩手机。它是透明的。手都不用拿出来，就这样子。而且老公，我要回家了。哎，真的这样子赢，有没有大赢？哎，你看，大心到有没有？对，就跟我们这个玄机，然后你不要用的时候呢，你就把它这样子拉起来。然后呢，平常呢？没有那么冷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装饰品，是一个抱枕。天气一冷就拿，马上拿出来充电，就跟充手机是一样的。真的，不觉得这样很可爱吗？超可爱的，大姨大姨。这个很可爱，这个可爱可爱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你可以，它里面有两个这个袋子。你直接把这一包呢放在微波炉，微波就好了。对，它是微波炉专用的。真的。微波完之后呢，就把它。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沙包。没有没有。微波完之后就把它塞进来。是。塞进来之后，这边有一个魔鬼粘，就把它粘起来嘛。对。然后这边就可以套在你的手或脚里面。可以脱鞋了。对。是。哎，真好可爱哦。就可以套在手或脚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下面就会暖。演布偶戏，没有，它这边要粘起来就好了。啊，你不要粘就可以演布偶戏的，哦，就很方便，超有造型的。对，接下来就是这个了，是，哦，还有什么？就是这一瓶，好，就是呢，如果说在家里洗完澡出来，是不是可能一接触到冷空气就会开始冷嘛？会，所以你在洗澡的时候就用这一瓶温感沐浴乳。温感，你洗完澡把身体擦干之后，你走出室外，走出浴室外面还是热的。啊，这个很厉害。对，它就是可以有温感的沐浴乳。那我们可以试一下。所以你是洗的时候就是热的吗？对，然后洗完出来还是热的。它有加辣椒吗？它加姜。哦，姜姜的成分。所以小孩子也可以啊。可以，都可以洗。对啊，好好玩哦。会有淡淡的香气。有闻到姜味吗？有一点点姜跟香橙的味道。有点香香的。对不对？有一点点。所以不会就是用下去有了暖，可是却变成老太婆的感觉。对，这个就是全身，你要全身洗。嗯，然后它出来就是温感的哦，所以冬天用。你有试过吗？我有试过，这个我还带新的来，因为我现在手冰冰的，真的啦，还是你洗到酷凉的。这个是全身的，然后另外这一瓶呢，它就是呢局部的。对，就是你把你身，比如说像脖子，或者是手腕，或者是小腿，对，把它清干净。比如说你擦干净或洗完澡，把它水分擦干，直接涂这一瓶，然后按摩一下，对，然后再把它冲掉，它就是很热的热了。哦，有有，刚刚因为水一弄掉的时候是凉的，可是渐渐的有感觉到温度。有的，对。哎，很酷哎，因为我手现在就开始微微的发热，然后开始散，就是一开始有温度出来。有吗？真的。真的啊，我这人超老实。没有，因为我用是热的啊。对啊。我想说是不是要全身试才会很更热？而且越来越热哎。对，有哎，好厉害哦。好，谢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趁着年终。还有哪一些上网要抢的好东西呢？杰玲，好的，准备好美食呢，跟保暖小物之后，接下来呢就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迎接客人的到来喽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任务交给呢我们的时尚王子，也就是我们的郭基老师。找我就对了，因为呢，现在 party 这么多，那你又不能太逊，又不能太寒酸，对，所以呢，配备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我们还需要一点亮点。对，没错，跟别人不一样。每一次郭基老师到每一个 party， 几乎都是众所瞩目的。对，在这里面我们先介绍一些小东西，比如说我们到 party 去，其实我们不必花很多的钱，像这种小袜，哎，大家都以为它很昂贵，如果我们配在我们身上，哇，是昂贵，而且这么大颗，通常我们觉得差不多要年方60，也不用了，现在降到18岁就可以拥有它，就可以用了。因为呢，怎么用呢？其实它在网络上买，因为这个是坠子，那你也可以当胸针。其实网络上买这个，大概700-800块就买得到，是，这是个。水晶，所以就是把它买来做一些点缀，做一些点缀，点缀。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它又不够大，粉晶来选，粉晶，粉晶，就是海洋之星嘛，这可以招招桃花哎，对，而且它好看又可以。带来好运，对这个本金真的有这个效用。所以老师，这也是别在身上，对，别在身上。那如果说还是不够，你还可以还是不够，胸针还有，那当然还有其他小，你可以也有哇，一些真皮的那种手环也都是不错，有各式各样颜色可以选。当然呢，如果说你觉得这些都还有点小小的寒酸，这个你一带搓澡手拿包，尤其是今年最流行这种信封的造型，哇，然后这个包呢，其实哦，这个要告诉你，这个是。
真正的那种蛇皮去做的，对，而且这个是台湾制的哦，哇，真的，那它现在几乎可以提供客制化的那种，怎么样个客制化法？比如说你可以跟它定制说你要多大的，像这个可以大小配，对，那你可以放再大一点都可以，甚至呢你可以要求你要的颜色，这个颜色都，然后他就去抓那个颜色的蛇，哦，没有没有，要染呐，蟒蛇只有一种颜色而已，哎，我们的蛇大部分都只有一两种颜色。所以刷回来染就 对，一般那种蛇有这种颜色都得皮肤病了啦，很严重。对，而且这个蟒蛇这么宽，好，这个很大，而且完全没有受伤，很难。对，这个而且没皮肤病，那整个都很好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种十条里面呢，可以用的不到两条。对，而且啊，这种包啊，真的很时尚。因为你看，比方我们找一个时尚的女生来拿它，立马就变瘦，对不对？你看拿小熊的时候多可爱。对啊，哇，真的好可爱。那请拿这种包，拿着好看哦，我可以示范一下。太小，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肚子够大的话，你就拿这个包呢，在时尚 party 里面一直这样子晃。老师，我大家都一直看到蛇皮。老师，你这样，他本来是很时尚，突然觉得有大叔的感觉。我觉得比较适合 Sam 老师。老师，你来展示一下。就这样拿着就好。好帅呀！我真的也很帅。我要介绍呢，就是你在 party 的时候，其实可以利用一些简单的工具或一些简单的配备，让你整个看起来会比较亮，而且比较有巧思的感觉。然后这边就有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眼镜啊，它是眼镜，其实它就是很简单啦，就戴着。因为之前是比较像是面具，现在是眼镜哦，真的耶。就戴着就好了，就直接架上去就好了，不像以前是要用绑带，头发可能会乱掉。这一支不到100块啊，真的，即使坏了就算了，对，还蛮可爱。喝懵了就不用拿，因为它还蛮细致的。对，然后呢，也不粗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就是一个呢简单的头顶的配件，就是很多的小帽子。哇！不过呢，它这一包里面就有这么多帽子。哦，一包里面有好几种。这么多。那我今天先折了一个粉红色给大家看，就是这样子。哇，好可爱，很适合杰林的衣服。它是一个纸，然后像你也可以，你看就这样子。哦，然后就戴上去。对，那你就用发夹把它夹着就好了。是。哦，然后马上去参加派对的时候就可以立马加分。对，就很可爱，杰林这样也可以。对。哇，参加主题趴蛮好，就还蛮可爱。就很简单啦，然后主要是这样很多个哦，也很便宜，就是大家可以一起 share 也可以。好，然后呢，在妆容方面呢，我有带来一个是这个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其实它是两个颜色，一个是银色，一个是金色。对，你可以把它和在你的蜜粉里面，或是你可以喷在身上，或是你可以喷在头发都可以。头发也可以，亮亮的，这边打开。这边有个草，然后呢，而且它是那种好像欧洲的香水那种，它很闪亮哎，好亮哇，超闪亮的，好亮，超 bling bling 的，它不会很夸张的那一种，就是一点点香哦，好自然，而且有香味，有香味，清香。不是那种黏腻的香，好亮，这个是金色的，好细致的亮，这个是金色的，这真的很适合 party。金色的也好好看，不是啊，而且这亮粉一撒上去，你不觉得整个就很想唱 Let It Go？ 哦，没有，那要这样子喷在空中，很迷人的感觉，然后有一点香香的，对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年就是很流行这种纱的东西，这个你可以大家看，因为它前面的这个纱，这个也很好看，好看，是的，那这个就不会很流行，再低一点可以这样，而且它的点点看出去是有看到。外面的世界的，对，看得到的。而且这个就是我很喜欢它的点点，然后因为它就会有点神秘感，但是呢还是看得到眼睛的部分。而且因为它的这个小耳朵超可爱的。可是如果真的戴这样做节日，大家会有一点害怕。我们有在在乎别人的眼光吗？
招待，对，我觉得就招待。然后就是刚刚讲到 party 嘛，然后其实像我自己就会觉得说，像我就有收过一个很厉害的礼物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到了那个圣诞节，大家都要交换礼物。对，然后你知道女生其实什么东西几乎都有，对，可是看到某些产品还是会精神尖叫。然后像我手上的这一盒就是我收到的，是你交换礼物来的、哦。对，然后我跟你讲这盒很厉害，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。它是各式各样的眼线笔啊，所有的颜色你会用得到的，全部都在这个上面。你看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可以给大家看，因为它是防水防油，然后呢，它非常的就是持久，但是你用眼唇卸妆液一卸就掉了。哦，你看它就这样一画，哇，显色度超高，对，显色度超高，而且它不是那种硬黑，有没有？它不是硬黑，而且你看自然的黑，好适合 party 哦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你看这样眼线都不会晕。我跟你讲，你隔天就不会 walk on shit。Stan 老师必推超值组合，买到保证赚到啦！这个是我今年自己准备的交换的，哇，好棒啊！好想跟你换，我要跟你换。这样一组呢，一整个加包包全部不到。怎么？